4月26号，在安徽省泾县三星纸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，50余名捞纸师傅围在巨大的纸槽周围忙碌。在长帘师傅的指挥下，师傅们将巨型的纸帘放入纸槽中进行捞纸，来回洗落2次，动作整齐划一。随后，师傅们将纸帘吊起，送到一边阶下，一张长约13.2米、宽约3.6米的4丈宣纸捞制成功。我们这个捞纸工人呢是56个人，晒纸的工人是20个人，剪纸的工人是6个，然后前期什么制浆的，还有什么打料的，总共加起来有100多人。技术难点呢有好几个方面，一个是零架子，就是工具上面的，一个就是操作的时候的二郎水，还有一个就是晒纸的时候把那个纸清下来，手抓不住，再大就更难抓住了。安徽省泾县是中国著名的宣纸之乡，宣纸制作技艺已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据张碧良介绍，古法手工制纸的过程中，难度最大且最为关键的就是捞纸，这个环节直接决定了纸张的厚度和平整度，需要捞纸师傅们必须小心翼翼的紧密配合。第一次呢是捞了大概4-5天才有成品，第二次呢捞了4天一张成品没有，这一次呢是捞了第二天就出成品了，而且成品还高，主要是跟这么多师傅们这个上下齐心很有关系的。提帘、放帘、掀帘，纸慢慢脱离竹帘，被安放在纸贴上。这时大家才松一口气，抬着竹帘返回纸槽，开始下一张纸的捞制。土生土长的泾县丁家桥制纸师傅吴炳炎从业37年，他在成品车间里主要负责烘干环节。柔软的宣纸犹如布料一般从架子上被揭下来，吴炳炎和同事熟练地用毛刷把宣纸贴附在烘干墙上。捞纸捞好了以后，他要在那个捞纸的地方要把它榨干，榨干然后再交给我们，我们然后再用蒸汽把那个贴烘干，烘干以后我们再重新浇水，浇到适当的湿度我们要掌握好，然后再上这个架子，上好以后我们再人工工人把它重新把它用钉把它固定好，才可以竖起来，竖起来然后以后再一张一张的人工接下来往上面贴着烘干，烘干以后然后一张一张的接下来以后，然后放在这里还不算成品，经过检验车间的检验，然后裁剪才能成成品。宣纸的制作技艺将近有100多道工序，作为传统手工珍品，具有尺寸越大、超制难度越大、艺术价值越高等特点。当日制作的4丈的宣纸，经过专家的鉴定以及专业测量人员的测量，成功挑战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那么，刚刚经过我们专家见证人的审核和确认，确认我们的宣纸制作工艺流程符合传统的制作流程，并且确认了最终完成宣纸的品质达到了商业和专业的标准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的测量员完成了测量，我们获得了最终的测量结果，加上最后我们进行最终的认证，那么确认这一次由安徽省泾县三星纸业有限公司制作的宣纸，它的最终的尺寸是长13.61米，宽4.05米，所以说超过了挑战目标。据了解，目前泾县丁家桥镇共有宣纸书画纸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户和企业共1000余家，生产宣纸、宣纸深加工产品和手工书画用纸等1000多个产品，产品远销包括欧洲、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各地，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。